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炽烈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你给我过来。怎么了？我爸那事儿是不是你给弄的？你爸哪事儿啊？你甭给我装蒜，谁让你自说自话把我爸调那个单位去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救济我们家呀？还说送了一个手机你非得还点什么才舒坦是吧？白露易，你说这话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救济你们家呀？你们家怎么了？救济你们家什么呀？我不是看书整天累死累活的维持这个家，心里不落忍吗？他是你爸，你不能为了你自己那点自尊心，让叔整天在厂子里累死累活的活受罪。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多少遍都一样，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。那你要就揍你。这事儿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，但是我怕你那个倔脾气，我刚跟你说你就给我否了。英子，没别的意思了，我给叔找的是正规单位，不是整天喝喝茶看看报纸，里边都是靠真本事吃饭的。我呀一直觉得叔是个能人，要不然也生不出来你这么聪明的孩子。我是想给叔一机会，让他把前半辈子啊荒废的干劲儿都拿出来，以后在周水这老板娘面前说话能挺直腰板，不是吗？你看前两天我帮周水的时候，你不也没说什么吗？怎么到了你爸这儿，你就过不去了呢？性质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靠关系吃饭。你身边有这么好关系让你用，多好一事啊，怎么那么倔呢？不是我倔，我也有很多好哥们儿，家里有个事儿也找哥们儿帮忙。可是到你这儿，怎么就不是那么个事儿呢？英子，英子，先这么着吧。大海啊。我们英子啊，这辈子最最最最幸运的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认识你这么一个朋友。叔啊，真心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，对我们英子这么好。来，哎，哎呀，大海啊，叔也想着你呢，是吧？今儿刚一发钱，我立马就跑到了家具城，给你订了一张床。前阵子啊，委屈你了，和我们家英子挤一张床。这回好了，你们两个一人睡一张，谁也挤不着谁。叔啊，你还是把床退了吧，我跟你家英子睡在一张床上。睡得特别好，这怎么成呢？既然你住到了我们家，叔就不能亏待你啊。
甭和叔客气啊。前阵子啊，手头有点紧，其实早就该给你买了，这不，今儿刚一发钱，我立马就去了家具城啊。叔啊，我跟您说呀，嗯，我在您家呀住不长，我指不定哪天我就搬回去了。您说您花的钱，这不浪费吗？叔，顾寒，既然我爸都给你买了，就甭客气了。这话对，哎，你说这屋这么小，他又搬张床进来，哪还有落脚的地儿啊？没有落脚的地儿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飘进来的。哎呀，一个人睡呀，就是爽。你呀，明天早上肯定得感冒。感冒我也乐意。得，关灯睡觉。哇！滚！干嘛呢你？这，至于这么绝情吗？以前啊，我天天搂着你睡，你睡得可香了。有时候我把手撒开啊，你自己还抱过来。我让你过来。让你过来，你再过来，我就和我爸换屋。不过呢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遇见某一人。你能不能不唱了？你要嫌难听，你唱。我凭啥唱啊？你不唱我就唱。也许遇见某一人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或许遇见梦。什么东西啊！院里啊，死了一棵仙人掌。你丫也不怕自己一翻身压上去？我肯定在我躺上之前有你这个试验品。你够狠啊！快给我摘摘，我这全是刺儿。怎么睡觉啊？快给我摘摘。穿这么少啊？我一直这么穿。那你跟我睡的时候干嘛包那么严实？自己去考虑原因，转过去。哎呦！干嘛呢？哎呀，疼！哎呀！信不信我把你踹下去啊？扎死你得了！
大爷的，怎么又到床来了？谁到你床上了？你好好看看，我就睡在自己床上了。怎么搞的？这俩胖子分不开了。拿你家炙烧干粘的。你不是说你家炙烧干慢疼的吗？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，周末回家，我看见顾海的女朋友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貌似还挺亲密，我不敢告诉顾海，你自己和他说吧。哎，纸条给我看看。凭什么给你看？这油漆给我的，快给我看看，快点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把纸条拿来。白洛英，纸条给我。金露露，我们还没分手呢。我们还在一起呢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只是不喜欢你了，你何必再用这种事来恶心我？我恶心？对，我恶心。我告诉你，顾海，我做的恶心事多了去了。我早就和他睡过了，你以为你捡了什么便宜吗？我告诉你，在和你好之前，我就已经不是处女了。我们完了，大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吃醋，让你有危机感。我和他只是演戏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我们只是做给你看的呀，大海，你相信我，大海，回床上去吧，你穿的太少了。
恋了。你就不能安慰慰我？我可是照应他俩开房了。生气了，武大郎？你丫不安慰我，你还损我是吧？你有什么好安慰的？我没看见你有多难过。怎么能不难过？三年呢。少拿时间咋呼自个儿，按着良心说，你是伤心还是难过？我是真的挺伤心的。我听到了，你的良心在辱骂你。明天左省的店就开张了。这么快？他们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吧。别明天了，就现在吧，天都亮了，走吧。可能真心对你好的，他对你的好都是有目的的。现在人心非常复杂。什么目的？为了我们家的钱，有吗？为了我们家的权势，有吗？如果他只是为了我爸，那就足够让我接受他。那你能接受你爸二婚，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？难道我没有选择幸福的权利？还是你认为所有幸福的女人就应该像他那么狭隘？我没有不接受，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接受了？五号桌，你们馄饨。七号桌，来正经好了。婶儿，啊，英子人呢？你怎么刚才在这儿呢吗？哦，下面有人找他吧？出去了吧？我出去看看他去啊！你去吧，去看看。因为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你来干什么？跟他聊什么呢？你认识他？他就是我爸新找的那老婆。我跟你说过吗？在我这劝说不成，又想在你这下手了，甭理他，我们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这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还没反应过来吧？这就是我跟常提及的我那个儿子。我就说你们两个脾气差不多，肯定能合得来。太好了，儿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没事，爸，我出去一趟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去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小英，你明天怎么喊你啊？闹，听他还不理我，滚！你让我滚，你凭什么让我滚？你丫个骗子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我他妈也今儿才知道，你没听见这语气啊？我骗你什么了？刘小英，你想怎么着？我对你不好吗？
受委屈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你妈跟我爸偷情这么多年，我妈死的不明不白。该翻脸的人是我吧？该说滚的他妈是我吧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走啊！你走了，咱俩都痛快。你说我为什么不走？我要舍得你，我能犯贱不走吗？我对你妈有再大的仇恨，也不及我对你感情的千分之一。白柳烟，你恨我爸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你为什么要牵连到我的身上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吗？顾海，我没恨你，我也没恨你的家人，只是我没法接受你，接受你们家，因为我也有家人。你的家人是我家人心中一个痛。你的意思，我是非走不可了。我去跟你收拾东西。白乐烟，你他妈就这么狠？行了，东西不用收拾，不要了。帮我和作者说一声，祝他开业大吉。你背着我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。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。